亲，这么急匆匆的有什么事吗？慢慢说。不好了，佳楠的病情恶化了。什么？什么？怎么样？怎么了？他怎么样？他的消化道大量出血。你怎么知道的？教导员和队长，医院已经通知他们，他们已经在那儿了。走，快走！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应该说江南同学表现得非常顽强。连续两个疗程的大剂量的化疗，持续的恶心呕吐，大把大把的脱发，他都已经挺过来了。现在各方面的指标也都向好的方面转化，可是从昨天晚上开始，突然出现大量的消化道出血，并且高烧持续不退。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那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吗？除了大剂量的抗生素和止血药物应用以外，重要的是要输进大量的新鲜血液。可是我们医院前几天收进了一批外伤病人，血库的血非常紧张。老师，队长，老师，教导员，你们怎么来了？老师，抽我们的血吧。老师，抽我们的血吧，抽我们的血吧。老师，只要能救活江南，抽多少血都行啊。是啊，是啊。你们说我的血型怎么偏偏是 AB 型的？我不是那种自私的人呢、啊。嗨，别跟自己过不去了，谁也没说 AB 型的人就自私啊。张红，到。老师，能不能多抽一点？不行，我们有规定不能超过200毫升。多抽100，我保证没事。不行，我们得按规定办事。
同学们，我们已经上完了最后一次临床课，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家现在已经是一个准医生了。但是请大家注意，你们以后在临床上遇到的真实的病人，并不像我们在课本上分章节讲述的那么简单。希望大家能灵活运用课本上所学的知识加以总结分析。今天我对大家做一个测验，就是要测试大家综合分析灵活运用的能力。这箱子里是题目，等会儿听我念到名字的同学上来抽一张题目，回答一下，如果你遇到这样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方长江，到，请你上来第一个回答。方长江同学抽到的是触电急救，请问多大电流可能对人的生命构成威胁？一般20毫安电流可以导致局部皮肤的灼伤，25毫安以上的电流可以导致心室纤颤衰竭甚至死亡。那么发现触电者首先应该怎么办？利用周围一切可以利用的绝缘物切断电源，切记用手拉。如果这时候病人已经停止了呼吸但还有心跳，应该怎么做？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进行气管插管给予吸氧，如果在紧急的情况下，要进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如果这时候心跳也停止了呢？哎呀，请下面同学保持安静，你接着说。在进行人工呼吸的同时，进行胸外心脏按压，让病人平躺在地面上，竖着双手交叉置于病人胸骨下三分之一处，用力挤压胸骨下陷到3到4厘米，然后放松，如此反复规律地进行，大约每分钟60至80次。很好，回到你的座位上去。肖红，到，请上来。有一位青年女患者，主诉腹部剧烈疼痛，你应该做哪些检查？首先应该弄清楚病人疼痛的位置。如果要是左上腹疼痛呢，并伴有恶心、呕吐，一般应该怀疑是急性胰腺炎。如果要是转移性右下腹痛，应该怀疑是阑尾炎。如果要是右上腹痛，就应该是胆囊炎。如果是弥漫性疼痛，腹肌呈板状，并伴有明显的压痛和反跳痛，那么就应该考虑是不是脏器穿孔所导致的腹膜炎。还有呢，机械性的肠梗阻也会导致腹痛。除了物理诊断，还应该做哪些附加检查？还要查血常规。对怀疑是急性胰腺炎的病人，应当检查淀粉酶指数，还要查血压、体温，观察病人全身情况。如果排除了你所说的这一切，你还可能怀疑是什么病呢？提示一下，这是一位女病人。还可能是宫外孕以及其他妇科疾病。林如同学抽到的是大叶性肺炎的诊治。大叶性肺炎是一种很常见的疾病，那么如何治疗呢？肺炎病人应该卧床休息，多饮水，物理降温，
在治疗上，他的首选药物应该是青霉素，因为青霉素对肺炎球菌很敏感。每天用药的剂量是多少？成人静脉的用药剂量为500万单位，脊柱240万单位，儿童酌情减少。还有什么补充吗？没有了。请回到你座位上去。大家还有什么补充吗？报告老师，我刚才忘了一个重要问题，对于注射青霉素的病人应该提前做皮试，特此更正。你的更正已经晚了，病人已经因为严重的过敏反应命归西天了。哟，飞宇啊，奶奶，来来来，屋里坐。奶奶啊，我是来跟您道别的。道别？你要到哪儿去啊？和同学一块儿去陆军医院实习。哦，来，哎，奶奶，不用了，不用了，我一会儿就走。啊，来来来，坐坐。哎，我自己来。什么时候走啊？就这几天吧。哎，奶奶，最近您身体好吗？好，志伟呀，什么活都不让我做，成天呀让我吃这吃那，看我现在都快成了神仙了。奶奶，你苦了一辈子了，现在啊也该好好享享清福了。哎呦，孩子，这你就不明白了，我们这辈人呐，苦惯了，享不来福的呀。我现在就一个心愿，盼着你们和小琪能顺顺当当的毕业，早点工作。奶奶，你放心吧，思琪啊，上学期又上红榜了，他上七年制的研究生啊，应该没问题，同学们都直羡慕他呢。是啊，小琪这孩子从小心里就要强，今天呐，看到他这样，我也就安心了。这孩子啊，从小就没什么亲人，你可要多多帮助他呀。奶奶，我跟思琪是很好的同学。啊，哎，你爸爸最近又来了两次。他来干什么？啊，来，坐这儿。奶奶呀，一直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你怎么在这件事情上就这么不开窍呢？奶奶，我忘不了过去。是啊，他过去是做了对不起你们娘俩的事，可是他现在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你瞧他一趟一趟的来找你也不容易啊，他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弥补他过去的错误呀。再说你再回过头来想想，如果没有你父亲，这世上能有你吗？小琪命苦，他从小就没有爹娘，这么多年来他就没有叫过一声爸爸妈妈。孩子，你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啊。进来的，没碰到把门的吧？嘘，八路军紧装，大枪不要。小兰，我们马上就要下去实习了，所以大家约好了一块来看你。跟我青藏白婷婷还在楼下等着呢，说好了换班来看你。哎，江南，这是我们给你搞到的提高免疫力的药，你试试。这药是不是特别贵？哎，你别管了，只要你吃了有用，我们再去给你弄。那就谢谢了。哦，真好玩。还是黎明能读懂女孩，昨天她买这个娃娃的时候我还说她有病，要知道将来这么喜欢，我一定给你买两个来。你们这次下去什么时候能回来？估计半年多吧。等你们回来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见到我。詹南，你怎么这么说呢？江南，这可不是你的性格，你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命运的强者。得病以后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热爱生活依恋生活，因为我的身体里有着你们那么多人的心，我真不愿意就这么离开。
可是我很难预料往前还能走多远。啊，你的实习点定了吗？啊，我们去陆军医院呢，都宣布了，就是你同学还没定。哦，那会去哪儿呢？没准跟着医疗队支援非洲。那样就好了，我们从非洲给你带最名贵的药材，你的病一下就好了。哎，你们都在这儿。哎，队长，队长，来来来，坐坐坐，来坐坐啊。队长，你不让我们过来，你自己怎么过来了？啊，我正想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学校准备让你们女学员留在校附属医院实习了，这样你们就更有机会照顾江南了。太好了，江南。还是你同学的面子大，真有福气啊。黎明，你怎么也会有牢骚？你不是总说拥护女士优先的吗？那我现在还是啊。队长，咱们都分散了，你去哪儿？到处转，每个实习点上转上一次，两圈下来半年的时间就过去了。教导员跟你一起去吗？不，教导员另有工作。林教员为了治疗江南的病，专门成立了公关小组，教导员也参加，另外他还负责指导你们在医院的实习。队长，但你现在也变得孑然一身了。队长，你还会来看我吗？江南，我相信你会很快康复的。队长希望你能够早日归队，协助我和教导员送大家毕业。江南，我相信你是最坚强的。志伟哥，中学的时候我一直是学生干部，加上优越的家庭条件，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在这个世界上，我想得到什么就一定能够得到，感情上也是这样。经过了那场变故之后，我突然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的尊重和对人的爱心。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不可能孤立的生活，必须要将自己融进集体之中，而要使自己在集体中找到和谐和欢乐，就不能只想到索取，必须勇于付出，最终谁付出的爱最多，谁收获的爱也就最多。小红啊，你确实成熟多了。是的，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是我想了很多，也明白了很多，爷爷不知不觉长大了。思琪的身世对我影响很大，在那么困苦的情况下他能坚持到现在，我由衷地佩服他。还有江南，他和病魔抗争，不仅使我，大概也使我们队的每一个人都懂得了生命的可贵，也更加珍惜人间真情了。小红，何止你们呀。队长，我现在越来越羡慕你和思琪了。羡慕思琪什么呀？我知道你和教导员的爱情已经走向成熟了，我心里明白，我永远比不了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当你和他在一起，我会在心里默默地为你们祝福。明年我就要毕业了，从此以后我只能远远地看着你，思琪就比我幸福多了。你们现在都成一家人了。小红，我一直想告诉你，你的人生道路才刚刚开始。队长，你不用安慰我，经过这么多风风雨雨，我已经学会了把一切深深埋在心底。队长，你的幸福快乐对我来说
永远是最重要的。哎，哎，这谁的钱啊？哦，这是我给你哥的。这两年我一共给你洗了18次衣服，你一共给了我180块钱，现在全都退给你。哎，长江，这是你该得的，长江，拿着。李明，以后衣服还是自己洗，这习惯不好。我知道，你拿着，拿着啊。李明，大家都有人格。大娘。哟，志伟回来了。志伟，来来来，快来吃饭。志伟啊，你怎么才回来？快来，有点事耽误。吃吧。嚯，这么丰盛啊！队长，你忘了今天是奶奶和罗姐给你饯行啊？哎呦，你看我这一忙起来，把什么事都给忘了。哎，思琪啊，嗯，你刚才叫罗云，你叫什么？叫罗姐。是啊。她叫你奶奶大娘，你叫她罗姐，咱家这辈分不是乱了吗？嗨，前两天她还叫奶奶呢，这两天叫大娘了，还不都是因为你？罗云，你说这该怎么办吧？嗨，现在乱叫的多了，随他去吧。哎呀，别说了，吃吧，趁热。来来来来，吃。志伟，来，你这一走好几个星期，哎、来给我。好，谢谢。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大娘的。嗯，来，咱们先给大娘敬一杯。好哎，好。来，哎，祝大娘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干杯。来，哎，李冰，我自己洗吧。你帮我洗了这么长时间衣服了，我帮你洗次又能怎么样？再说你现在还病着，啊？哎，李明，真的，我自己来吧。你要再说可就看不起我了啊！那就谢谢你了，回去休息吧，啊，去吧。阿拉斯卡，你们这次下去实习是代表军医大学的，要为校争光啊！放心吧，队长，我们不会丢军医大学的人的。嗯，好，队长。你什么时候转到我们那边啊？大概一两周吧。那我们可来接你啊。好，好，祝你们成功。再见，队长。祝你们成功。再见，再见，队长。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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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好，再见啊。子琪，再见，保重啊。告诉江南，我们走了啊。江南，祝你们成功，等你们回来。再见，江南一定会来接你们。同学们，上车吧。哎，好，来上车吧。再见了，队长。把东西拿好啊。再见，再见，再见，成功，再见，好，再见，多保重。祝你们成功啊。再见了啊，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再见。再见，拜拜，拜拜，再见，再见，再见，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再见。哎，队长，嗯，你下午也要走吗？对，我要去最远的一个点。哦，那我们去送你吧。好，萧红，队长由教导员送。那你什么事儿啊？哎，啊，是这样啊，那咱们走吧。那，祝你成功吧。谢谢。又站了一天，腿都麻了。拉了一天的高，差点睡着了。哎，小红，嗯，你知道刚才做手术的人是谁吗？谁啊？肯定是个高干子弟。你怎么知道？你想啊，他是开着自己的私车被撞伤的。这年头有几个老百姓能买得起私车呀？但他就不兴开的是别人的车。我的判断力绝对没错。哎，二位，我出去有点事儿，一会儿有什么急诊病人的话别忘了喊我一声。哎，拜托了。得了，去吧。
今天病房又平安无事了。哎，黎明，你说我们来这干什么来了？哎，瞧你还能坐得住啊。我坐不住能怎么样？这没病人，你总不能让我到大街上给你拉一个去。你们家人没病，我把你们家人拉来，你愿意吗？哎，你这怎么这么说话？哎，你们两个也真是，别人上班呢都不希望来病号，你们上班呢反倒好，就希望来病号。来者谁啊？我是门诊部，现在有个急诊病人。什么病？急性阑尾炎。啊，太好了。不，我们什么时候做准备啊？马上准备，病人马上就到。哎，好，哎，怎么样？马上准备，马上做准备，急性阑尾炎。好，哎，你把那张飞宇叫过来，咱们有活了，快去叫啊！哎好像有肿块，是不是坐下活检？好，让我再检查一下。嗯，昨天急诊我们收治了一个病人，从病人的表现、临床体征和化验结果来看，很像是一个急性阑尾炎的情况。我们军医大学的几位实习学员，他们在做手术当中发现病人结肠部位有一个疑点，但是他们没有简单的把这个病例当作阑尾炎来处理，我们应该对他们提出表扬。哎，婷婷，哎，张红，干嘛去啊？我去看看六床的童宁，他托我呀给他借本杂志。你又去看他，他哪来那么大吸引力啊？小红，我那天跟你说的没错吧？什么事儿？童宁是高干子弟，怎么样？证实了。高干子弟怎么了？铁打的医院，流水的病人。哎，小红，要不然我一个人去，你先回去吧。啊，我也没打算陪你去，我还值班呢。拜拜。你哎呀，你吓死我了，人家还以为你睡着了呢，装得那么像。怎么一天没见到你？啊，我今天在门诊。怪不得一天没见你还怪想的。说得好听，没事我就走了，但人家状态不好。有什么不好？你是医生，我是病人，医生关心病人天经地义嘛。好了，早点休息吧。啊，哎，等等。哎，这是朋友送的巧克力，你拿去吃吧。哦，不行，这不行。这有什么不行的？我说行就行，要不然我生气了啊。谢谢你。江南。嗯，教导员，最近感觉怎么样？挺好的。教导员，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我受人之托给你送礼物来了。礼物？什么礼物啊？你看。各位朋友，现在又到了金曲点歌的时间。在点歌之前，我首先向大家讲一个动人的故事。近一个月来，在我们收到数百封点歌信中，意外地发现有几十封信点的都是同一首歌，送的都是同一个人，
经过了解，我们才知道这是军医大学九医队在各个医院实习的同学们送给他们正在住院的好朋友江南同学的。为了满足这几十位同学的要求，也为江南同学早日康复，下面我们把李娜小姐演唱的《好人一生平安》送给江南同学。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奶奶，嗯，你怎么这会儿有空回来了？出去执行一趟任务。什么任务啊？在与他们实习的那个医院里缺少一种化疗的药物，打电话说没有，学校派我给他们送过去。就你一个人去啊？嗨，这又不是去赶集，要那么多人干嘛呀？要去多长时间呢？啊，两三天吧。哎，等会儿我给飞宇他们弄点吃的，你给他们烧去。哎，张军医，有人找你。在哪儿啊？在你们住的招待所。啊，谢谢啊。把这个帮我带回去。好的，谢谢你啊。不客气。哎啊，四奇啊，张飞宇。飞宇啊，你们这儿可真不好找，幸亏你爸爸也想来看看你，就跟我一块来了，要不然啊还真找不着呢。飞宇啊，药带来了吗？啊，已经交给医院了。啊，坐吧。哎，四奇，我就知道是你。四奇，你们好。你好。哦，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张叔叔，是飞宇的父亲。哎，张叔叔好。啊，你好，你好。哎，张叔叔好。你们好。啊，你好，张叔叔。四奇，怎么样？我们大家请你出去搓一段。好啊。哎，张叔叔也去。哎，好，去吧，去吧，走吧。我还是你们年轻人去吧。哎呀，张叔一块儿去吧，去吧。让飞宇和张叔叔啊多待一会儿，我们走了。好的，好的，好的。走吧。那张叔叔不好意思了啊，叔叔。再见，再见。去看思琪的奶奶，正好赶上思琪来这儿，我就来了。这一路上，我心里一直在打鼓，不知道我该不该来，但是我想哪怕你还像以前那样不理我，一句话也不和我说，但是只要看到你，我就算没有白来。这是你五岁那年拍的照片，这些年来我一直揣在身上，每次我拿出来就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时候，又听到了你的笑声。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世界什么东西都可以改变，唯一不能变的就是血缘。前些天我才知道，那年你为了交学费去找我借钱，被那个女人轰了出来。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母子。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有用，四季的奶奶摔伤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也是我们父子弥合感情的最后机会。可是这个机会失去了，我已经没有资格来请求你原谅。但是飞宇，爸爸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我只求你
不要用那种仇恨的眼光来看我。你终于肯叫我一声爸爸了。婷婷，昨天童英约你了。嗯，他约你去他们家了。嗯，哎，他们家怎么样？漂亮吗？上下两层楼，那个豪华的程度，跟你说没用，你根本没见过，他们家还有站岗的呢。他约你去他们家干嘛？坐坐看看呗。就坐坐看看，我才不信呢。他干嘛只叫你去啊？这你就不懂了，这叫魅力，知道吗？原先我以为咱们穿上这身军装就什么都一样了，可童宁说一见到我就觉得我和别的女孩不一样。那他是看上你了。由于化疗时间长了，血管不太好找，再来一次好吗？真不忍心看到江南那样。我最了解江南，帮助别人在他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一旦涉及到自己，再大的痛苦他都默默忍着，从来不愿意给别人增添负担。这几天每次去看江南，我都会想起咱们入学这四年来的一切。江南真是我们这一群人中最优秀最坚强的。但愿老天别辜负了我们对江南的真诚祝福，让他早些回到我们身边。我相信江南会的。这是开阔地，那座山是野狼峰，你用望远镜看一下。嗯，好，咱们过去看看。好。又是一天无战果。婷婷，嗯，你说为什么病人只相信老医生？有些情况明明我们能够处理得了，为什么就不相信我们呢？你没听说吗？医生这个职业自古至今都是养老不养小，年轻的时候不论你的技术有多高明，人家一进门还是冲着老的去。
咱们要是硬撵着人家看，人家还以为咱们要他们的命呢。那咱们得熬到什么时候啊？熬着吧，反正不死总有德高望重的那一天。哎，婷婷，嗯，那个童宁没有约你啊？谁说没约？他几乎天天给我打电话。这又是他。哎，等等，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是他呢？没准是别人的。喂，找谁啊？我是林如。什么？找你的。喂，哎，童宁，今天晚上有空？行，我下班就去，不见不散。哎，林如，怎么了？怎么了？问你啊，你跟那个童宁说什么了？我没说什么呀。那他怎么对我什么都知道，还那么耍贫嘴？嗨，这叫风趣，谈笑风生，知道吗？还风趣呢，说话像个流氓。婷婷，我告诉你啊，以后别理他，他老来找你啊，准没安什么好心。林如，你不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吧？信不信由你，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坚定也执着。